过年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那就是赶大集啦。迈入腊月的门，年味儿就一天比一天浓了。约定的时间，特定的地点，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齐聚长街，寻找市井的快乐。新鲜的瓜果鲜花、糕点小吃、年味装饰以及各种手工艺品，都在这挤挤挨挨的集市中鲜活生长，让人着迷。商贩的吆喝声，买卖的喧嚣声，人群的谈笑声，汇聚成一首生活的交响曲。集市是一只冰糖葫芦，一件新衣，是儿时见过最大的世面。山河远阔，四方时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